由田沁鑫导演、樱桃、李光洁主演的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正在国家话剧院紧锣密鼓的排练。据说要让这出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更接地气，李光洁、樱桃两位主创更是带着重感冒在现场又唱又跳。基本上就是不会大声说，先要把嗓子扬起来。昨天我是烧得最厉害的，就在台上就特别想死，就特别崩溃。